本地健康食品公司 Good Morning Global 陈旭之美，近年来加大力度投入上市准备工作，近期更是扩大生产线，预计增加30%的总生产量。同时，公司也将进军中国和香港等国际市场，放眼在2020年完成上市大目标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陈旭之美成立至今迈入9周年，公司创办人拿督林申文今天与19位新加入的投资伙伴签署合作契约后宣布，陈旭之美将启动扩展计划，包括设立新厂、收购外国公司、增设代工生意和增加生产线等等，进一步扩大生意规模，而第一步就是研发新产品。林申文率先透露一番，除了新研发谷类食品和护肤品外，最新的饮料也将在半年内面世。下个月最迟后个月中，我们会 launch 这个产品，叫做 V Halia 为单一地 Halia， 这个是珠江谷粮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还会出 V Kids 小孩子的一个产品。V Kids 就迎合了整个社区，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推出全谷类的奶粉，里面有DHA、AA、Omega。帮助小孩子头脑发育，从1岁到12岁的。随着公司增设生产线后，林申文预计公司生产量将大幅增长3倍。值得关注的是，陈旭之美也将在明年进军中国和香港等国际市场，预计将在2020年完成上市目标。八度空间陈宝儿、沙亚南报道。